Cela fait un an que j'ai quitté la maison. Et tout simplement, autre chose.我在国家那一块儿，好像家族的东西收留我们这些可能被家人或是被世人排除在外的同性恋族群，让我们有一个归属感。90%以上的盲人都会选择盲人按摩。这个工作我干得好与坏，我没有任何成就感。我这一生最长远的梦想，我想当这个国家主席。